今天豁出去了，是不是走错了？哎，小何，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吴经理，您这是……哎，不是你说的吗？美女能做的事儿，你也能做呀。 我以为是，我听说啊，人家小胡每次到投资之前，起码都会提供200家对家餐厅的调研资料，我那儿也不多，也才150多家，怎么样，行不行啊？嗯，哎，小胡可不是那么好追的啊！加油，加油！